我的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、哦、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也背着我，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彼此即离开。你要我说难开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未来来代人，我没有这种天分，包容你也接受它。忘词。不是，哎呦，看不错哦。看不错。接下来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三班的表演。哦，那班真的好累啊，全都是汗。B 班 ，B 班刚刚唱歌不错，只可惜忘词啊。啊 ，C 班，抱歉，我刚刚后面晃神，我不知道要出来。我知道他们的，哎、欸，老大，快出来！我吓一跳，哎、欸，都结束了，快点，没有接到你那边。好，那。以上呢就是三个优质有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说我也要骑脚踏车？对啊。算了，还是不要。不行了，不行不行。你们听我说，你有没有看到远方的导播？你看，小黑我他已经在画圈圈了，代表时间结束了。好，我知道。那看来时间结束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投票的时候了。大家把你们心目中的优质有型男投票，不要 A 班投 A 班 ，B 班投 B 班 ，C 班投 C 班，要公平啊！你们知道？为什么我讲话都有破音？这是我适当的音乐吗？大家要公平，不然的话，多来的人的班你就赢定了。OK 啊，那么大家开始投票喽。为什么？